屏东到新竹。对。对啊，就所以我才要阻止啊。对。啊，然后那个高铁的那一张票。你是买新竹而已吗？啊，我是买新竹而已。高铁没有分新左营旧左营，那个、哦、那就叫左营站吗？对，这台从新左营来，台铁才有新左营，因为他们有左营旧站、哦，所以台铁才有新旧之分，高铁就是叫左营而已。你有听懂吗？台铁才有新左营，因为它也有旧左营站。